众所周知啊，拿破仑处在二五世界波二级之后吧，前有了一级变种之后啊，可以秒吃食物，竟然也不进入那冷却的啊。那由它之前的食物力量，它可以通过吃食物来叠加退奶的速度啊。那么当这两者结合到一起啊，一个全能老鼠就出现了。这个玩法很早就能出了，今天宝哥也来科研试玩一下啊，食物力量流拿破仑啊。OK 啊，观众老爷们就是先给视频点赞，哎，让我们回到这里是吧？你还不信我吗？我随便走的呀，你还不信我吗？啊，在吗？真的是，我走，我走。开玩笑，在这个点位都没怂过谁，还行啊。这个图拿两蛋糕算一个，就很好的开局了，真是很好的开局。Later， 先吃个东西，懂的意思吧？带着食物力量，不要浪费能吃食物的机会好吗？因为咱们带着食物力量，既然没事干就吃东西好吗？已经叠一层了什么？咱们即使千只尾。也是奶酪味，在我这隐身，听到声音了，兄弟们不着急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我应该塔孙一下，是吧？剑飞随便救的，剑飞随便救的，咱们要做的先去推奶酪，让你们看一下速度好吗？你们看一下速度好吗？哇，真的推得快，我们再吃一次。剑飞随便救，不用管，剑飞随便救。你救不了啊，都在我这啊，哥，你救不了啊，你走都走都把人救下来了呀。哎呀，我很帅很帅啊，队友被抓住，我这个只能封下，没办法啊，我也来，算你推吧，我也去。没夹子是吧？没夹子，我生气。对，你走吧，不用管我了，散又难了。我的妈呀！在吗？走去嘛，这拉嘛，真的。刀剑五子，兄弟们，刀剑五子，刀尖上的。不敢说话，就。啊，兄弟们，这是真敬礼，真敬礼的，这个溜很久很久的，这个真出不去啊！我真敬礼的，这个真溜很久很久的，超级长，都说超级长，一丝血没六级，超级无敌爆炸螺旋长，丝血，真的帅，真的帅，这波没得黑，真的帅，走，有东西吃吧，谁把东西都吃完了啊？哎，走，这蛋怎么能进去呢？说你肯定先偷外面奶酪，说你这怎么能进去呢？你笨蛋，进去就没了嘛，是吧？哎，小心！队友退房。哎，我得去推，不行，我得去推什么？你这个进去没了，我去队友推。你这怎么进去呢？进去不就没了吗？是吧？你肯定先偷外面的，是吧？不要，真不要进去，先推外面的。朵朵，你死救不了你，真救不了你了。哎，我进去打下吧啊！他都进去了，我们得进去了呀，那没办法的呀。你下来帮分个塔，你下来帮分个塔。队友被抓住，队友是啊。哎，完了，我没踢到，完了，你开门，是不是开门？哎，我没吃的东西，我刷不了进 CD 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我真是。哎，没了，哎，算了，等真兄弟真等下播啊，这没了，这太吓人了。你们有钱在火箭之翼给我买个食物行不可以？给我买个食物。
哦，他轻了。队友被抓住。对，头车。哎，你们先给我买个食物啊，兄弟们，我分不了塔呀，不然我这，你给我买个吃的，兄弟们，买个牛奶都可以。宝哥分不了塔呀，我这。真的砸，我再分塔。给我买个吃的，给我买真食物，这就啊死了算了。哎呦，我忘记需要几塔了，不好意思。啊，没了啊。队友被抓住。哎，卖了。队友被放飞。哎呦，不好打，兄弟们，这个不好打呀、啊。秒飞啊，兄弟们，真稳住啊，秒飞啊，真稳住啊。要不拿空投可以啊，兄弟们，拿空投都可以啊，这太吓人了。真的是拿空投都可以啊，我是拿空投了啊，这太吓人了。出不去啊！兄弟，我去拿空投，稍等一下啊！哎，那你没了。兄弟们真走啊！宝哥怎么真拉满了呀？我这个拿空投都没忘记吧？我靠，我都超常发挥了，真的，我都超常发挥了。要不咱踩了反吧，好吧？怎么说咱踩了反吧？打不了，这兄弟真打不了。咱们来踩了反吧，来兄弟，真踩了反吧，来，我们去踩了反吧，要不？你过去没用啊，过去。对，真踩了反最稳了。他兴奋了。完了，我死了，完了，我没了。完了，兄弟，下了。没了。被打吧？我不知道啊，你去别摸。完了，你是个东西。被他一锤子打死。先撤啊！我去拿空投，哎，空投个锤子。队友被抓住。哎呀，别搞呀，兄弟们，我，哎，在吗？在吗？别，哎，不。哎呦，这波受伤，去控投是最踩踩的方最稳的。哎，没了，我蛇井啊，怎么看你了？这砸不了，这打太烂了。我说实话，这把咱们踩的方最稳的，你知道吧？踩的方是能赢的，你知道吧？他们都不去的话，那宝也只能去打，没办法。最终是获得胜利啊，但是这个情况嘛有点复杂，我宝哥就不详细说了。哎，总之这把科研失败了，这个套路感觉完全不适合单排啊，没理你的啊，赶紧宝哥试牌试一下。OK， 如果想玩视频，不要忘了关注啊，咱们下期再见。